南投鱼池的琵琶抢先其他产区，目前已经进入盛产期。除了制度味美，这栽培区内槟榔、琵琶、茶树共处的画面堪称一绝。麦寮拱范宫被评定为国家古迹，为了筹措庞大的修复金额，庙方首创古迹存折，捐献满10,000元就能够名留青史。台湾裕丰以及裙摆摇摇球队来到雾峰高尔夫球场进行友谊对抗赛，过程精彩激烈，更对球场的生态经营赞誉有加。更多详情都在今天3月26号的中台湾生活网。